零什么？这里是零，那你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零，什么一二三四零？这为什么是零？一二三是四零。五六七八九十零，为什么是零？因为零啊，比那个一不一样。那刚刚你怎么会说十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那么想睡觉？为什么现在那么想睡觉？我为什么是九十零？这个是我排的。为什么是九十零？你看，一看，哦，差一点点哦，可差点要掉下来了。好，go go，哇！你的房子倒下来了，你的饮料房子。这个这样子，阿伯平，平板阿伯阿伯平，I have a pen. I have an apple. 哇，这次盖两个大楼型的。Apple pen，你看五花莲那附近那个日期左什么日期左右有什么活动？像是有丰年祭啊，还是庙会啊，还是什么活动可以一起去过去拍的？也不一定活动啊，花莲还有很多地方我们也没有去玩过啊。它不是有一个地方是蒙拉的，你可以去蒙拉，它是一个下面是泥巴那个泥水，哎，你可以去像水下面摸那个蛤蜊，摸雪枪，摸雪枪。